那个花送花子，这么坏这个老人啊，等着看一下，谁敢买你的东西？怎么这么坏啊？真的花送花子，卖了木塞了，菜都不多啊，真的是，菜都不多嘛，在木木塞了，都没可能弄，那个刚拉下来那嘞，哎，那个做米菜要那个要那个拉下来。 我冒塞了，那冒塞了，是没很难弄，那个人家老鸟刚画双花子，那刚画双花子，看一下这老人家把我东西劈成这个样子，看一下。 我的伞也给他搞坏了，看一下啊，他力气大得很，跑得又快。这老人家，看一下啊，来到这里就把我的东西翻了，很厉害呀！我的伞他也搞坏了，真的太厉害了，真的追着我赶，来就把我的东西翻了，他就把我东西给翻了，看一下。 哦，他就摆点红薯，他就把我东西给翻了。哎呀，我都还没反应过来，我刚摆几摊，一冲，骂了几句，骂，一直在骂，骂了，然后我不说话，就直接冲过来，就把我的伞搞坏了，我自己我都没反应过来，好快，速度好快，看一下啊，经常一个人在这里说，在这里骂，还要打我。 我的伞全部都是他弄的，看一下这个老人，你看一下，好厚，好厉害，看一下，还要拿鞭子来打我。 拿两个红薯，拿个鞭子来打我，至于吗？我跟他天远地远，又不去他家门口，又不去他家里面，我这个是在山郊野外，又不去他家里面看。啊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呢？啊，我也是这里的人呢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呢？两个。 管点事情才哦，这样讲那喊法子好像有狗才哦，好像念我呢，我都没送啊，很难弄，哪个能得弄？来过来，现在山东我懂谁？哪个能得弄？进来，他来，你摸，我一看都不用得。他一来又重要来了，我一看不用了，他一来又重要来了。刚拉哈，那你搞坏我东西搞了，我拍你拍不得啊？ 我还没有弄你一下，你什么都是你来搞我的，什么都是你先来搞我的，你就那几个红薯，我又不撵着你，又不撵你，又不干嘛你，你来搞我东西干嘛嘞？啊？你弄我东西干嘛嘞？你这个老人活了几十岁了，你怎么这样不讲理嘞？啊？你活了几十岁了，你这样子？啊？你老是在那里骂什么了？ 给桂林的人下来状元桥旅游，你就是这里的模范。等一下看一下你这个老人，谁也敢骂你的东西？我欺负你，我哪里欺负你了？一直都是你在追我，我欺负你，你一来你就把我东西翻了，我话我都没说一句，啊，话我都没跟你说一句，你一直在这里骂，用本地的话来骂我。我来这里讨饭吃，那你来这里是干嘛的嘞？啊？ 你来这里是干嘛的？我来这里是讨饭吃，你不是和我一样吗？哦，那你不是和我一样吗？我来这里讨饭。哦，那你来这里是干嘛的嘞？哦，人家都看到是你来打我，你拿鞭子来打我，不是我去打你不？你骂我？啊，我是路人的不？等下你。
老人，我欺负你啊？我全程我都录着了不？我说你追我，我就排挤你，我不会跟你计较，知道吧？几十岁了还搞这种事情，骂我好几次了，我还都没说你，骂我好几次了，真的是我一直我都没有跟你回，啊，骂着骂着就把我的朋友给翻了，啊，看我好老实欺负是吧？骂着骂着就把我东西给翻了，啊，你也是本地的，我也是本地的，你凭什么这样子欺负人呢？就是你说你就是眼红，知道不？骂什么骂？一个大老左就在这里骂，这么厉害，我把豆腐乳我和你有什么关系的嘛？天差地别，把我的伞都搞坏，真的是欺负人，天天来这里骂，给你骂惯啊，骂一次又一次，骂了不算，还要把我的伞搞烂，你看一下嘛，全部都搞烂了，全部把我的伞给我搞烂去了，过来就推倒我的伞，我一句话我都没说嘞，还要拿鞭子来赶我。前些日我看到是老人帮他卖蛋买蛋，帮错他了。你妈是妈，你妈你还要搞东西，你怎么厉害？你还拿鞭子来追我？这天用眼睛看，一个大老早就在那骂人，天用眼睛看，我告诉你。那菜路不断，那菜路不断的这一路骂咯，我没看你的心肠有多好。这个老人啊，好坏啊！早上就在这里骂，骂好久我都没回他一句啊，骂着骂着就来把我东西踢了啊！我又没有黏着他，也没干什么的，啊，他过来就把我的东西给踢倒了，骂着骂着就不过瘾，还要搞坏我的东西，然后还要追着我打，拿那个棍子追着我打，这么厉害、啊、这个老人家还倚老卖老，他说他什么都不怕，说公安局什么都不怕，哦，市长县长都不怕，他自己说的在视频里面，他说他这么老了他怕谁啊，他说他倚老卖老啊，他倚老卖老就这样子啊。哎呀，嗯，今天委屈你了没有？害得我们从临桂马上坐电单车跑上来。哎呀，这种一些营业小孩他不讲理的，是不是啦？哎呀，算了，老人家从脑子有点糊涂了呗，一下子搞得这么名堂出来。嗯，算了，你不理他得了嘛？没理。哎呀，你这个善良的人，没理解老人家的啊？管什么管啊？是啊，现在那伞也坏了。伞坏了算了。算了，那伞扣了几百块钱了。买了三百块啊。三百块钱。坏了。算了，明天找你卖一把算了。算了，我明天找自己去卖一把算了。我个气了，算自己。嗯。倒霉吧，真的。这气了的，自己身体不好的。嗯。叫你在这边摆，他在那边摆，哪子和他有冲突呢？他有卖红薯的，你卖毒液的，这个老人家真的是脑子真的有问题了。哎，老人家他糊涂了的，他那头脑。是啊。我们家老了鬼。是吃饱没事做，想吵架，明天自己去买算了。幸好他没砸你豆腐油，那砸了豆腐油性质就不一样了不？老师，给你摆那么多豆腐油，几十瓶摆着呢，老师全部砸烂里去。那你啷家啷搞嘛？嗯，累死，做豆腐油累，腰酸背痛。要看柴火又过磨上。哦，这事解决就算了。嗯。你做你的生意，莫和人家吵。没吵。吵什么了？嗯，那不是我自己做我自己的。哎，快点要你的电话号码，再讲明天问你要豆腐鱼。哦，张子啊，哦。我傻，我一直拍了视频。我录了视频没听到。快点，快点告诉人家豆的那个。哦，好。讲录到个视频，那粉丝来问你找电话号码，讲明天要你豆腐鱼，可能想喊你送豆腐鱼。嗯、没听到他喊三个人进来，这样摸到我头的。我也没听到，录了视频，他进二丫二丫给我电话号码，我从哪里来的咯？从桂林开车下来的。哎，那有个人喊你老头也没听到。嗯。好像我吃了好胖啊。嗯。我熊猫样的。熊猫，大熊猫。哟。国家保护。这是国家保护动物。别说了，你。说的那么夸张。那么难过了，刚我过来的时候哭起来是我什么样的？眼睛像个大熊猫。打电话给那小那老人家又那么厉害，过去就算了，以后莫提了。
嗯，不好你自己本分的啦。这我也没和他闹，没话吵，他直接他就骂到他就来搞环卫东西了。你就是讲硬性的啊。嗯。